前我们上海发生的这个事情，好在后来又有另外的结局，否则那你想想看，我们这叫不寒而栗啊！有一些事件呢，啊，一个打工的人，一个钱被风吹开，你看这么多人去抢。昨天中午，秦小亮骑电动车准备把父亲打工赚来的17600块钱存到银行，途中这些用纸包好的钱不慎从裤子后兜中掉了出来。就当秦小亮焦急捡取散落的现金时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一些过路市民非但没有帮他，反而把钱捡起来揣进了自己的腰包。不仅是路人，就连一些驾驶车辆的司机也加入到捡钱的行列里。这17600块钱是秦小亮与他83岁的父亲打工一年存下来的钱，而最终却只捡回来3000元。捡钱的路人当中，除了3位环卫工人送回了700块钱，其余的都拿着钱匆匆离开了。这个事件大家都知道吧？中央电视台啊，凤凰卫视当天都报道了，新闻里就报道了。好在后来别人又陆陆续续给他送回来7000多块，后来社会上的人怜悯他，又给他捐款了12000多块。这个算才算有一个比较美好的春节，美好的结局，我们的过春节过得还有一点点安心。如果不是这样的结局，如果真的他就那17600块被大家这样一轰，就这样啊，捡都捡跑掉了，你说我们还能过春节吗？你还安心过春节吗？啊，我们中国人说啊，独乐乐不如什么众乐乐。哎，那如果这个社会这个大众已经这糜烂了，已经这个人已经人性已经泯灭了，那你个人还有前途吗？哎，真的，这不是我们要反省的。哎，就是叫覆巢之下焉有完卵。我们如果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，哎，那个佛，我们每次念佛啊，《弥陀经》里就说：“五浊恶世，五浊恶世，劫浊、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、命浊。”讲着五浊，你不去深深的思考它的话，你说那你还被假象所蒙蔽着呢。请问现在我们中国这个贼多不多？哎，很恐怖的。现在大江南北不管是哪，共同的你所有的共同面目就是什么呢？家家防盗门防盗窗。你家住楼住的再高，哦，那个防盗床都一层层坐上去，整个中国就变成了一个大的牢狱一样啊！你有没有感觉到啊？住的监狱一样啊！以前只有监狱才会这样子啊，现在整个社会就像一个监狱啊！嗯，然后那些专家们又发言了，说这样子如果失火的话是很不方便的。如果火灾的话跑也跑不掉，那你想想看，那也就我们生活在一种潜在的危机之中了。我们如果是这样一种状态，你想想看，你的生命，嗯，如果这些大的东西你都视而不见，你这个就叫掩耳盗铃。哎，你都视而不见，然后这些都不刺激不到你的自尊心，刺激不到你的这个人的这个心灵深处，你还是这样子啊，我行我素，我求我的快乐，你自我迷失，你这人也太没救了。这样的五浊恶事都不能够激起你，唤起你超越这个世间的决心啊，你沉迷在这个苦海之中不思出离，很丢人的。嗯，丢人的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你说我都是一个出家人了，我都是个和尚了，我要名要利干嘛？因为我看透了这些，带着这种危险危机啊，我才去做那些事情啊，才去做那些。如果这样子都不能够唤醒大家，说这世界真的就没救了吗？
我们出家人专门的，你看专门的出家，剔除虚法，把自己的烦恼丢掉，担负起众生的烦恼。哎，所以我们今天在这初五要发这一笔大财，智慧财、觉悟财，你觉醒了以后，你就觉得生活当中有些东西可以放下，看清一点。学佛是很重要的，学佛是你这一生最大的礼物啊，你不要错过这个礼物。整个我们中华民族这100年的对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脱离，也就是说我们中国所过去在讲的那句话喊的口号，我们在座都知道的，叫砸碎一个旧中国。我们中国人叫砸碎一个旧中国，你看多狠啊，砸碎一个旧中国，我们老祖先对不起我们啊，有对不起我吗？我们老祖先遗留给我们的财产不是财富啊，是垃圾啊，要砸碎它。那不是一个个人，我们整体的10几亿中国人都是一个败家子。这样一个民族在这样的人类社会当中，是这个时代当中面临着一个生死存亡的一个这样一个，我怎么能把我的这个投入到一个个体生命？我只能实验，我是实验，确确实实，啊，包括很多很多的病，我都发现那个都业障病，啊，所以经典里啊，书上这么讲了，我也确实感受到了，我自己通过我的实验，我都感觉到了。那我可以坚定的告诉大家，好好学佛，忏悔业障，你的病就会好，啊，那就可以了，非要我带着你啊，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呢，更重要的事要做呢。哎，在我们这样子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下，我不可能再去做一个啊，仅给别人天天给别人看你哦，那忧郁症就跟你，那看到后来我都变忧郁症了，哎。所以因为这样，不是说我不去救他们，我还是深表同情的，同时我告诉他们方法。所以我讲经光盘，我为什么叫大家去看呢？因为那里面的例子案例，我这么多年弘扬佛法，说面对到的群体啊，你说个人也好，讲了很多案例在里面，这个案例你们自己去找符合你的，你按照那个方法去做，你不要说啊，我那样实验完了之后我再在你身上，我也不会再做这个事，因为我现在正在啊努力的做一个更重要的工程，唤醒大众，恢复传统优良道德。如果我们这10几亿人不跟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接轨，我们将被我们的祖先啊，就是我们的祖先都会恨我们这些子孙，不要说其他民族、其他区域的人。啊，国家社会会讨厌看不起你中国人。哎，你旅游一样的，你购物，你奢侈品你消费再多，他别人不要你去，我不赚你的钱，你有钱怎么样？就是这样一种，我们中国现在就已经处在这样一种状态里。哎，所以一旦我们慢慢再恢复啊，就这个不是说金钱能拯救我们的，那这就要仰仗我们的啊，仰仗我们老祖先的道德，仰仗我们佛法的智慧和慈悲来拯救我们的。我们的生命也就是要重新来规划我们的人生，我们要痛改前非。孔夫子这样的，我50了才知道啊，前面49岁都是错的，我60岁的时候我知道前面59岁都是错的啊，洗心革面啊！我这样讲，我们在座的，我们就能不能接受啊？啊，你能接受的话，你家就有救了。真的，有一个人，你家里有一个人真正的在学佛，整个家庭的磁场都变，你家里开始有出息了。哎，有灯了嘛？开始有智慧灯了。你的家族不仅你的一家人，你的家族上到历代祖先，下到子子孙孙都有救了。你想想看，这个多大的意义啊！
你看大家，我知道，我有时候去求法了，求法了，求都很殊胜的法，甚深的法，这世界上哇，这个顶级的法。但有的也是说啊，师父，你为什么不传一点呢？哎，我觉得这些法确实是好。如果我带你们传这些法，啊，带你们去修，我们就这些人去修去那个。我也甚至我不忍心把时间用在这上面，讲一个大家都能听得懂的法，给佛法啊去除大家的对佛教的误解，告诉大家佛教的真实的这些，它为什么是宝，是普通很普通大众化的这些。我觉得在当今的中国，这个是非常非常主要的。我们中国经过几十年的，特别是文革的，我们在座基本上都受那个影响。所有的这个中国人，你学佛了，大家都会觉得你相信迷信了，觉得你是消极的，是落后的，哎，都觉得这21世纪科技这么发达，你还怎么相信迷信呢？这个是非常错误的一个观念。但这个观念要想转变过来，你想想看，这个工程是很大的。我们又不掌握主流媒体，我是一个出家人，我要做的事情，你知道多大艰巨，多艰巨，多重要？你这个你都不讲，你这个你不能够拨乱反正，哎，你不能够还佛教一个正式的名义，证明要让大家知道佛教为什么是三宝，为什么是珍贵的，它是救苦救难的，人类无论到任何时代都需要佛法的滋润。啊，佛法的这个教育，因为人不管你到什么时代，你总生下来一个字都不识，妈妈都不会喊的。你的肉体的成熟，你的精神的成熟，心理的成熟，你跳不过这个东西的。你科学再发达，这是人类整体的智慧，你享受的人类的整体的这个成果，但你个人的生命个体的成长，你是跳不过这些东西的。所以佛法永远对你是有。对一代一代人，一批一批的人，都是有这个作用的。你现在这么大的一个佛教，这个整个人类都公认的这么好的，我们中国也把它列为是合法的、法定的宗教，合法的。然后我们中华民族自从东汉以来，唐宋元明清一直作为中国的国教一样，但是到了现在的这100年，特别是近半个世纪来。这么一个低谷，被人踩到脚底下，蹂躏、践踏，哎，这一个工程把它反过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再艰苦也要去做的一件事。极乐世界是肯定存在的，我毫不怀疑。你真心的念阿弥陀佛，确实可以往生，毫不怀疑。但是毕竟这是五浊恶世，大家连对五浊恶世还认识不清楚呢，对不对？有多少人认为我是生活在五浊恶世啊？不认为的，现在我这个就高兴得不得了的。所以有的人啊，这，所以说我觉得让大家认清这是五浊恶世，升起厌离心来。啊，佛教的三主要道，第一个主要道出离心，出离心的加行是厌离心。我们多少人对这个世界看清楚它的真相，然后升起了一个厌离心？有多少人啊？没有多少人的，真的是讲实话，我们自己学佛都是这样。那如果你说唱高调，你连厌离心都没有，连厌离心都没有，出离心都没有，你怎么讲啊？讲菩提心，还讲清净正见，要讲，但是重点不在那里，重点是怎么升起厌离心。怎么讲清楚这是五浊恶世？佛陀一出来讲也是讲这个苦，苦是我们生命的，告诉我们生命的真相。你知道苦了，你就会厌离苦嘛，厌离苦了，你才会得乐呢，离苦才能得乐。我们的苦都不愿意离，你怎么得乐吧？确实，这个宇宙里高级生命，佛就圆满福慧了，他有他的世界，但是我们连这个苦难的世界你都不愿意脱离呢。对不对？所以这是一个客观的现象。所以今天啊，我讲一点真正的财富给大家。如果觉悟了，这才是真正的生命的财物啊，对不对？
哎，真的给你手上戴一个24斤的黄金手表，这是郭德纲式的幽默。你说那有意思什么意思呢？对不对？哎，那也没什么意思的嘛，那也有什么意思呢？啊，觉醒了是很重要的，生命觉悟了很重要的。你觉悟了，哎呀，真的是这样。啊，特别我们现在一个所谓的工商业社会，我们现在的那个世博会说城市让生活更美好，现在这些都属于人造的，知道吗？也就是温盆式的，你可以很享受其中，但是你不能不明白它的真相。啊，如果你有福报，你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，你生活得很好，你有你的工作，你上下班，你收入，你有你的社会圈子朋友，但是你不要忘掉，这些是假象。啊。你要珍惜这些，同时你珍惜感恩这些，同时呢，你要有一种，你要有一种什么呢？探索真相的精神，甚至你脚跟要踩到真实的地皮上，地面上，否则我们这个生命你将会随业流转。跟你说，随业流转。每天我提醒我自己什么呢？请问你们来这么多人来法会？我应当看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哎，就是这样的。就是我现在如果生病，你们能不能帮我替代？替代不了。如果现在我死了，请问你们还有几个人能送我的？能送？我只送，不是送肉身啊，肉体啊，拿个棺材，拿个什么都行，送。我的那个神识，你们谁能送我？能吗？很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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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难了。能送吗？现在你们相信师傅啊，你们或许对师傅有这个信心，或许认为你们死了，师傅能帮到你们的神识，对不对？能送你们。反过来说，我如果死了，谁能送我？你想想看，那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是不是孤独的？我是不是孤独的？你眼前这么多人，到时候有可能一个人都送我的人都没有，不知道我内在境界，我的神识将去向何方？怎么送我？我也常常想呢，我这一辈子能培养出几个徒弟？我为什么对那些小孩子我这么喜欢他们？我有时候想，哪一天他们现在善根种下去，他们善根从先天善根和现在后天善根已经结合了。他哪天修得很好，在座很多人，你比如说，很多人有可能会送得到我的，但是真正能够送我的人是很少的。跟你说好了，我现在帮助你们的心灵成长，到哪一天你们能帮助我，托我一把，那是不容易的。我跟大家结了缘了，大家的业力在包裹着我。我走的时候，我要挣脱这些业力。我要挣脱这些业力。崇山长老103岁，去年圆寂之后一片黑暗当中，我们马上在这里给他普佛。普佛这个大家念的都很洪亮，都很积极，这个是非常好，这是我们主观愿望嘛，我们很尊敬这一位前辈嘛。但是结束之后，我回到房间，我还要跟他沟通啊，沟通啊，他怎么样？我们这么热闹，大家念得很响，你能帮得到他吗？还帮不到的。还跟他沟通，他说怎么这么黑呀，这么黑呀？为什么？弟子的业障就把他给罩住啊。比如说现在我精气神好一点，我罩你们，但是我最衰的时候，死亡的那一刻，是你们的业力罩着我啊。我要想办法从这个业力套出来。我一方面给你们结缘，要带你们；另一方面，你知道是副作用是什么吗？我给你们结缘了，要带你们，那你们负面的就会掩盖我，就会拖我的后腿的。那个时候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崇山长老说，我说这个时候千万再不要想那些人了。
你已经对他们尽力了，你已经为他们尽力了，你现在就是好好的意念。因为他跟我师父很熟嘛，跟净慧长老很熟嘛，我说意念师父，意念净慧长老，最后还是我们师父现身来讲了一句话，一句禅语一样，他哗一下，这个就是一下子灵魂就神识就是一扇门打开了一样，才见到亮光。所以最后说了四句偈，跟着我师父走掉的。你看修行一辈子103岁，哎，因为他平时就是弟子们，你看啊，他也不带怎么跟大家讲啊，讲这些法啊什么，他是以身示范，他是以身示范的。一天念多少楞严经，念多少普门品，念多少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，他自己每天的功课非常非常的多。哎，但是佛法没有人讲，很难，弟子们很难明白的。大家很多人就是哦，阿拉师父108岁了，阿拉师父101岁了，阿拉师父102岁了，这个就作为他精神的支柱。他作为我的师父100多岁了，百岁高僧，但是这个精神支柱不足以消除你的业障。消除业障是要自我反省、自我忏悔、自我精进的修的。那这些业障不消掉，那不都师父给你背啊？所以他临终之前还病过一段时间，也都是全部都是弟子的业障，让师父很受苦。哎，这个很严重的。那反过来说，他老和尚不管怎么样，他这一辈子接触的人还没我多呢。那反过来说，我以后要到那一天，有可能比他还要惨啊，知道吗？所以每天我都要很。哎，就像这次一样，极乐门开一样，在重重的乌云之中啊，然后啊，洞开一扇门，这就是我们要预备的，啊。所以更从这角度，我更怎么敢贪你们的红包呢？你想想看，我弘法的目的不是为了那些东西，啊，我出家之前早就把钱已经看破了，但现在就是我要做这些，我毕竟现在年富力强。师父那么用命保存下来的佛法到我们手里不能衰败掉，众生正在苦啊，所以讲出来的时候有点像口号性质的，叫不忍圣教衰，不忍众生苦，其实就是那种，所以就是这种情感支撑着我们，哎，就是要做这些。但是我们这是很危险的事情，本来出离心是出离大海嘛，现在我们做的是什么事情？再回过头到大海里来，啊！我再给你们讲一个真相。啊，这我已经保密了很多年的一个真相。我以前在闭关里的时候，到后来的一段时间的境界就是什么呢？啊，一开始修出离心的时候非常好，很清净，境界也很高。啊，很多很多的这些境界。但是后来之后发菩提心的时候，当发菩提心的一段修法的时候，真的我在官房里啊，常常是啊痛哭流涕，想到众生苦，那时候就开始发起菩提心，要发大愿，不忍圣教衰啊，要帮助众生。哎，因为你看我跟大家讲过一个，我是出家因缘里讲到一个观音菩萨给我的那个签，鸡羽粪同飞，高岭枕羽翼，赵州须嫉妒，宝物满船归。这个啊，从我刚刚那个时候学佛啊，不久那时候要找山洞住山的时候，观音菩萨给这四句，到后来啊，就是我们就是按照佛法次第修行的时候，到菩提心的部分的时候，哎，就是。但是这个时候的梦境是很恐怖的，啊！明明我是很宽广的路，结果越走这个路越小，越走越狭窄，走到后来路都没有了，只是田埂，田埂边深深的水沟，啊！我牵着那条牛啊，很艰难的走，后来这个牛深陷在水里面，头都没在里面，
拼命的拉缰绳把他往外拉。诸如此类的梦，就是说那我修出离心的时候每天有好的境界啊，每天很好的境界，自己都觉得很殊胜的境界，但是发起菩提心的时候就会发现境界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啊。那我这么多年来啊，这已经十几年过去了，那我今天告诉大家为什么会这样，为什么会这样。那我确实现在这么多年来也确确实实是这样，确确实实是这样啊，确确实实这样。那以前我修出离心的时候，不管是那个时候念佛也好，一心念佛啊，出离心的时候基本上梦里面常常是梦里面会念佛的啊，修出离法的时候啊，常常的身心顿空啊，全部是空掉，然后怎么呢，天地融为一体的安住在那种大灌顶位当中啊，这种状态。但是后来啊，要发起菩提心之后，跟大家接触的越久，不仅仅这些修行的境界越来越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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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后来甚至可以这么说，我现在的健康状态还不如你们，不如大家。除了我的心，我的思想是很清楚的，但是我的身体状态啊，前面讲那样的，我一年的衰老的速度甚至啊是一般性人的啊十倍啊，修行的境界更不要说了。一个人身体这么疲惫，四大的就困，就足以把我束缚住了。哎，你想想看好了，有的时候累到真的连翻身都翻不动。你看桌子上好像很那个，但是，这个私底下的时候就是，哎。所以能光法师前一段时间跟我在一起，他说：“哎，不错。”哎，他说：“我看你吃饭还是胃口蛮好。”我说：“我现在就留一个吃饭有胃口了。”哎，真的，那因为他也做法师嘛，他知道这样的。一个人累到一定后来的时候，累到后来是怎么样？吃饭吃不下，觉睡不着。哎，会这样子的。身体连基本的健康状态都很难保持的。不要说修行境界了，为了带大家要付出很大很大的代价的啊，就像以前我们大家啊就知道所感受到的，我们是用生命在弘法，所以你怎么能弄一个很低级的状态来听呢？你听到的是一个生命，是一个火炬在燃烧所放出的光。这个火炬不仅仅我个体是这样，你由此可以知道，那历代的祖师、历代的这些出家人都是这样子的。否则佛法这么一个巨大工程，怎么能2600多年能保存到现在啊？你想想看，都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们在座的要真的要非常珍惜，你才对得起你自己，对得起佛呢。否则的话，对得起谁呢？哎，仅仅是说求财才没有问题的，我老实跟大家讲啊，越是新来的人越是会挤得比较前面，老的弟子不在前面的。你们今天就跟接财神的时候，你们看好了，这前面的都是新来的啊，老的真正那些居士，这些护法义工，对慧日寺做出大贡献的，对师父弘法做出大贡献的都不在前面，都在后面默默无闻的做事情。这些人虽然没有挤在前面接财神，这个财神天天日夜跟着他。财神不是你抢去的，对不对？如果财神是一个人，你越往前面凑，你想想财神会跟你吗？不会的。做事奉献要在前面，享受什么要退在后面，这样的人财神一看，哎，这人不错。哎，请问是不是这样？如果你做财神的话，你会不会这样？
你肯定也是这样，你做单位领导好了，你肯定也是这样。我们今天等于是啊，这个是告诉大家很多真相，哎，我拿出很多财富来给你们分享，你们有没有接到？哎，那也就让你们知道为什么啊，在座学佛的人啊，或者是在这出家人，你就想到为什么一个小乘修法的人不愿意发大乘心，不愿意发大乘心。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外面倒下来，其实你扶他一下很简单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大家不伸手扶呢？为什么？因为还别人还会搭上来嘛，对不对？还会啊倒打一耙，有这个危险，是不是？哎，有这样的大乘修行也是这样。你救众生，你知道你救众生，你爱他，你要救他，但是实际上怎么样？你跟他这一段的因缘，如果你处理不好，你要救他，但是实际上他你救的对象最后会害你，你了解这个吗？我讲这个你会理解吗？哎，也就是说我现在跟大家结缘了，我要救你们，但我现在身强力壮的时候，但是当我越来越衰的时候啊，有可能障碍我往生最大的障碍就是谁？就是我救的人，最后自己解脱都解脱不掉，懂不懂这个道理？所以小乘的人是很难发起大乘心的，所以佛要劝发，劝他发，你应当那个，你一个人解脱了，你没有什么伟大的，这些都是你过去父母啊，你不救啊，你不救你就是骄牙败种啊，我白培养你了。就好像现在人一样，你小孩子你叫他读书啊，叫他干嘛玩他都很开心，但是你说上班去，上班我不要，那我教你读书不就是为了让你去上班啊，对不对？哎，让你去工作啊，能够自食其力。哎，所以声闻众是小乘的，叫从佛口生，是佛的把他们那个的，就说你们所处的境界如是我的生命给你化现出来的，哎，如是说是化成的，你们的受用是我的化成的，你们享受的里面还不出来了，哎，你们应当变成我的手眼，也承担起我的责任去救化这些众生，如母的众生，才是对的。但是这个很难升起来的，很难升起来。包括我个人，我也有这么一个经历，我确实想想是不容易的。我一想到这个，我都后怕。经常都会想起我的那个梦境，那个牛挣扎着，陷进淤泥里，脖子都陷进去，整个身体陷进去，脖子你说头陷进去，我拼命的拉，把它头才拉出来啊，不至于死在里面啊。哎，你说大家都想走宽广大道嘛，谁想走小啊？看着自己道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越小，小到我难以立足之地都没有啊，越来越艰险，越来越艰险。哎，这你们也就知道为什么我这里我不种这么钱啊，功德箱放那么多钱，什么设计的这个要多少钱，那个要多少钱？你们有发现来我有没有设计这些东西？没有设计，为什么不设计这些？我们是整个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来做这个事情的，我还会去看那些东西吗？甚至我觉得在这样的五浊恶世，我们有利益，如果有名气有地位，如果我有我的心有染浊，我被名利地位这些东西，我结为自我感觉，我有自我感觉觉得很好，我贪恋这些，我都会觉得这个是很羞辱的事情。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，在这样一个五浊恶世，你还觉得啊名啊利，这个是很丢人的事情啊。所以我们出来是叫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，不得已。明明知道这是一条不归路，明明知道啊这说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的这种精神，哎。请问我们在座的能不能学一点这个精神？如果你能学得到，这就叫学佛啊。
你就开始有点学佛的精神了，又开始有点圣人的味道了，啊，那是凡夫的那种臭气就开始减少了。哎，至少你要有个惭愧心，那你就知道佛是什么，祖师是什么，历代祖师是什么，菩萨是什么，他们是来干嘛的？佛他来贪你那只香啊，你那香多少钱？你再贵佛，你像会眨不眨眼吗？像你那个香？哎，我烧香的，我烧头香的，哎，还急得围烧头香，头都急破了，你说丢人不丢人？他根本不理解佛是什么，不懂佛是什么。哎，佛，如果你能听懂，在我这边能得到一点启发，你就会打开一扇门，或者戳破了一扇窗户，你看到了佛，略见一般佛的精神。佛的精神，所谓宗教的情操，宗教的情操，这是一种不求任何回报的一种爱，哎，不求任何回报的。你像我们那个光盘发几十万盘发出去，发到谁手上，我们根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只知道他看了我的光盘，肯定对他生命会有帮助，帮助到谁我不知道，但是佛法肯定会帮助到他，他哪怕放到那方，他没有人看，他就空放的那个空间都会不一样。这就是我们对佛法的信心。但并不是我拿这个在做什么交易，不是做交易，不是对个人身上有什么。你说啊，这样有个效应，那上面都是你在讲法啊，大家会喜欢你啊，这喜欢我是一种，这是一种承担呢。这种承担呢，我们讲比一个不好听的例子啊，那个对这个啊，这个貂蝉西施喜欢你，你会觉得很美，对不对？哎，如果画皮喜欢你，你怎么样？哎，那请问我们这个世界，我这个五浊恶世是怎么样的？你不是陶醉于被他喜欢，被他崇拜。你只要肩负一种责任，社会责任，大家一起成长的一种责任，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啊，是这样一个，不是我耗于哦我这种自我的一种啊满足啊，我的虚荣啊，这个我要检讨的，我有没有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如果我有这个，我还怎么解脱得掉？那我就被真正的被锁得紧紧的，锁紧了。所以我必须要突破这些，但是要去做这些事情，也不能清高说我不要然后我不做，那不做的话，那你的生命来这个世间，那佛菩萨你学佛，佛菩萨加持你有什么意义呢？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过去我们读书上呢，你总有死的嘛，你反正要死的，聚合凡俗所有的聚合都会败散啊，你只要你生了肯定就会死，那你不善用其身吗？善用其身，哎，活得自己也体面一点嘛，觉得能够原谅自己，哎，所以这样一种，也就是，哎，在死亡的那一刻或者快死亡的时候，我是一个微笑着的，我放心，我做该的，我做了，我努力了。本来我这个身体本来就很弱的，我们家里兄弟六个，我身体是最弱的，啊，爸爸妈妈年纪都很大了，那个时候又是很穷的时候，哎，我妈妈在做小生意，跑到上海啊，也是啊，偷偷的做小生意。我爸爸在农村里，啊，那个，哎，那个时候很苦的，很苦的时候啊，所以我本身身体就弱，哎，但是我很努力的，努力的，我很多时候拿海盗法师来勉励自己。哎，但是海盗法师手伸出来，那个手指头哇，这他身体素质比我好。有时候这么略微安慰一点，哎呀，啊，但是绝绝比他还是很惭愧的，他更精进，啊，我是相对更懈怠一点，啊，但是总的来说，我们觉得我们真的还是在努力的，想尽办法，各种各样的角度，哎，你们有没有发现我做的片子，每一个片子都尽量不想雷同的，对不对？每次讲法也是，请问你们来过这次这么多次？你们有没有听我每次讲的有相同的东西？
没有的。哎，这也是我努力的。我哪天大概要讲不出，都是要讲相同，大概我就不讲了。哎，都是不一样的。哎，侧重点不同的。啊，所以就是为了一个自己的心安吧。跟佛，我想，哎呀，到时候你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哪一天真正南无的时候，你能够坦然的去见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也就是说，你交成绩单的时候，你交考试上考试下来，你很微笑的拿上自己的这一张考卷，交到老师面前去。我很努力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大家？我们想不想这样？哎，这个才是我们生命的财富啊！所以今天要来，这样子天地善神就高兴。今天这个雾气笼罩，你看雾气笼罩，诸天善神都光临啊！啊，而且呢，天龙护法，这都是，哎，有阴阳眼看得见的，还了得！哇，今天多少瑞相啊，这就啊！但是不管你看不见也好，是不是觉得很祥瑞？啊，不是在人间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哎，就是有一点这种感觉的。现在是不是你们很旺势啊？很旺势。现在姓什么还知道吗？哦，还不错啊。嗯，行，那就行啊。但是有时候很多人的感觉来到这个地方啊，就公司也忘掉了，什么也忘掉了。哎，对不对？就是唯一就是很对不起大家的，就是这里真的住宿条件太差了，乃至很多人都要住在外面宾馆里去，啊，这个很不好意思的。希望大家平时呢来，平时来享受享受，啊，这地方很像一方世外桃源，啊，从物理空间上它很清静，从精神空间上你要那更是值得你去体验。国际失实协会，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，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，为此慈悲置业成立中华国际失实协会，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施之慈悲法门，体认世尊施设此法之慈悲本怀，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，布施者亦得福，实为名扬两利之善行。修施食与烟供法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，不仅布施六道众生，可以增长布施者福禄寿财，生生世世福寿长，善根具足，也因为布施鬼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，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，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。国际万场烟供自1004年4月11日起至2011年4月23日中午止，海内外共30万3025场，布施蚂蚁小鱼自2005年5月21日起至2011年4月23日止，海内外共
12311次。诚心相待，真心交流。纳瓦是动物园里的一名保育员，自从他进入动物园工作，主要就是负责当时的小非洲象安德鲁。转眼间30年过去了，纳瓦也到了退休的年龄了。哎呀，今天大象安德鲁的食物可真丰盛啊，怎么给他准备了那么多好吃的呢？哼，今天这些食物可都是纳瓦自掏腰包买给安德鲁的。纳瓦自己出钱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？怎么你还不知道？今天是纳瓦最后一次给安德鲁喂食了，他明天就退休了。啊，是哦，纳瓦一定很舍不得安德鲁的。老伙伴，多吃一点吧，以后我就不能天天来陪你了，我老了要退休了，从明天起就由凯文自己来照顾你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要闹了，以后你可要听凯文的话，你放心，我会经常来看你的。然而纳瓦退休以后，大象安德鲁变得焦躁巨石，他拒绝任何人靠近，甚至就连已经和他相处4年的保育员凯文也无法接近他。怎么回事？大象安德鲁已经好多天没吃饭了，这样下去会出事的。凯文，难道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吗？园长，要知道大象的记忆力很强，一旦他最信任的人离开他，他就会变得焦躁忧虑啊。这可怎么办才好？看来只有请纳瓦回来帮忙了，除了纳瓦谁也没办法接近安德鲁。可是纳瓦已经退休了，他会回来帮忙吗？只要告诉他安德鲁出现状况了，纳瓦就一定愿意帮忙，因为他在离开的时候心里一直挂念着安德鲁。现在也只能暂时这样了，可能除了纳瓦真的没有人能够让安德鲁接纳了吧。迫于无奈，动物园只好又将纳瓦请了回来，继续照顾大象安德鲁。说也奇怪，纳瓦回来之后，安德鲁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。真是不可思议，纳瓦在这里，安德鲁就这般温顺的像只小猫，纳瓦离开这里，他就暴躁的如同一头公牛。可不是嘛，纳瓦究竟有什么魔力能把安德鲁驯服得如此服服帖帖呀？下班之后我们请纳瓦吃顿饭，请他把与大象和睦相处的经验传授一下，毕竟他年纪越来越大了，总不能一直在这里工作下去吧。嗯，好啊。纳瓦，你可真厉害啊，安德鲁一见到你就变得老老实实的，你究竟有什么秘诀可以将他安抚得服服帖帖的呢？是啊，纳瓦，你教教我吧。你都不知道你退休后的那几天，只要我一靠近安德鲁，他就用鼻子卷起粪便朝我丢过来，不但攻击我，还经常用食物丢走近的游客呢。那是安德鲁在想我，但是又见不到我，所以只能用这种偏激的行为来表达他的情绪。你以前经常对我说，人和大象应该相互理解，和平相处，不是吗？我理解安德鲁思念你的心情，也想和他和平相处，但是他却一点都不配合。要想和安德鲁进行心灵上的沟通，
哪有那么容易呀？其实现在的大象对人类都充满了敌意，而人类也很难真正的和大象进行交流。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我小时候和大象有一段很奇妙的经历，也正因为这段经历让我真正理解了大象。我小时候居住的村子就在丛林边缘，在丛林里生活着一些野象。听我爷爷说，他小时候，村民和野象是非常和谐的共用这片丛林的。不过后来随着观光业的发展，越来越多的人去丛林里捕捉野象，并训练他们表演节目。这头大象已经成年了，你是不可能驯服一头成年大象的。是吗？要知道，只要我将它的意志摧毁，那它就会被驯服的。摧毁一头成年大象的意志？这怎么可能啊？这有什么做不到的？你看到这个挤压笼了吗？大象关在里面，只能站立，不能移动，也不能卧倒。哎，它在这儿，远离群体，挨饿，脱水。我还会利用噪音让它时刻都保持清醒，每天清晨和傍晚用象钩使劲地抽打它一个小时。天哪，这也太残忍了吧。哎，这就是驯象之道。大象是记忆力非常强的动物，所以它记得自己遭受的每一次毒打。当它被打怕的时候，就会乖乖地听从我们人类的命令啊。一头成年大象最多半年我就能将它驯服的。由于村子里的人开始捕捉野象，所以丛林里的野象也渐渐对人类产生了敌意，人类和野象再难像过去那样和睦相处了。我小时候大人都会告诫我说要远离象群，我想象群里的小象应该也接受过大象的告诫，让他们远离人类。爸，我要去丛林里采野菜了。好啊，不过你可别走太远了，丛林深处的野象可是很危险的。爸，我知道的。哎呀，是谁？谁在那里？啊，不会是什么野兽吧？啊，原来是一头小象啊。村里人都说野象非常危险，可这头小象蛮可爱的，看起来并不危险啊。小象，我这里有香蕉，你要不要吃啊？好了，小象，我要回家了，你也快回去找你妈妈吧。你赶快走啊，要知道村子里有驯象师，你要是被他们抓住可就惨了，他们会用象钩每天都打你的。香蕉已经没有了啦，如果你还想吃的话，明天我再拿一些来给你，好不好呢？但你可不能跟着我。好了，你快回去吧，明天你就在这里等我，我还会带着水果来看你的。对了，你就躲在树丛里，除了我，不管谁来都不能出来，要是被别人发现就糟糕了，你听明白了吗？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野象，那头小象给我一种朋友般的感觉，我们之间相互信任，因此我经常会带着水果去丛林里喂给它吃，而那头小象也会让我抚摸它的身体，甚至它的长鼻子。你们听说了没有？邻村有一头运木材的大象突然发疯了，竟然将它的主人帕泰给踩死了。天哪，真是太可怕了，
不过帕泰平时对他的大象也太苛刻了，稍有不如意就将那些大象打得浑身都是伤的。驯象哪有不打的？对了，纳瓦，听说最近丛林里又有野象出没，你这些日子就别去采野菜了，要是遇到野象可就麻烦了。是啊，纳瓦，被驯服的大象都那么危险了，更何况是丛林里的野象，你最近还是乖乖待在家吧。嗯，好吧。几天后，一场大暴雨让村子不远处的河水暴涨，许多村民都去河边捕鱼，我也跟着父亲来到了河边。爸，好多鱼，我们也抓点鱼吧。那娃，你小心一点，河水那么急，要是掉下去就糟了。放心吧，我会小心的。哎呀，你们看，是野象，对岸竟然来了一大群野象。自从开始驯象后，我们这里好久没看到这么多野象了。是啊，平日里野象要是看到这么多人，早就钻进丛林里了，今天他们竟然不怕我们。大象很聪明的，他们知道我们根本不可能越过这么暴涨的河水，所以才敢出现在我们面前。哎呀，你们看，象群里还有一头小象呢。咦，这不是我的小象朋友吗？你好啊，我的朋友。他看到我了，他在和我打招呼呢。哎呀，不好，救命啊，救命啊。纳瓦，坚持住，我来救你。这河水太急了，你下去也救不了他，反而连你都会没命的。是啊，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救纳瓦吧。放开我，你们放开我。纳瓦，我要去救我的儿子。救命啊，爸，快救救我。就在这时，我的小野象朋友突然不顾危险地冲进了河里，并朝着我所在的位置游去。你们看，那头小象这是要做什么？纳瓦，纳瓦被困在那里了，我得去救他。水流太急了，你根本游不过去啊。天啊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，你们快看，那头小象竟然在帮助纳瓦。这怎么可能，野象竟然会主动去拯救纳瓦，真是令人难以想象啊。经历了这件事后，我深刻地感受到大象的情感远比我们人类想象的还要丰富，所以我们平时和它们接触的时候一定要用自己的真心来对待，唯有这样。